走进徽州静谧的古村落，仰看峰头丛林低翠，俯听涧底细雨泉声，脚踏流金岁月石磨的石板，穿过似乎与世隔绝的小街，但见被岁月惦记的民居虚掩在浓荫古树翠竹之中。如果走进高墙重门，穿过香堂，就会被天井奇特的审美构架所折服，被明堂丰富的文化内涵所倾倒。在徽州，几乎所有的古老村庄入口处都留下了融自然风光与人工补缺于一体的优美一角，徽州水口。这就是徽州村落的门户，又被誉为古村落的灵魂。古徽州村落的水口是自然与人性整合的典范，是生存和谐的创举，更是徽州人对人居生态环境优化保护的范例。徽文化熏陶下的这种山村园林充满了独特的审美格调，让游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被后人称之为中国乡村最古老的公共花园。徽州水口置于村头或路口，是整个村子中风景最美的一角。百年古树老枝伸展数里，枝繁叶茂，树冠如盖，有怪石嶙峋，有亭榭庙宇，有石桥泉水叮当，一派生机盎然。或隔村百米直至数里，顺山行水势，或人工造景，集数种功能于一身，也可供村人集聚玩憩。有青石板路相接，与粉墙黛瓦相衬，山清水澈，钟灵毓秀。水口如同影壁一样，将村内村外两大自然空间分割开来。村落水口处总有某种建筑标志，构成人文景观。这样的例子很多，唐模的露亭牌坊，休宁休村的牌坊，歙县唐月的七牌坊群，宜县碧山的塔，洪村的桥。马头墙是指高于两山墙屋面的墙垣，又名跌落山墙，因为峭岩形似昂首马头而得名。开始的时候只是封闭比邻火灾越界，俗称烽火墙，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被徽州能工巧匠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镶嵌在徽派建筑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马头墙正面对称，中低边高，重重叠叠，状似五岳朝天。墙垛座头雕刻雀兽鱼狗，形态生动逼真。它既不是亭榭台阁，也不像门罩楼牌，而是垒砌于山墙之上的风水圣物。构造简洁，线条流畅，黑白强烈，泾渭分明，鬼斧神工，寓意深长。格调既柔阳春白雪高雅，又激下里巴人恬淡，是徽文化和风水文化情愫积淀最形象的载体之一。
有堂街景是徽派建筑的特色。在众多的徽州古屋祠堂中，天井作为徽派建筑最负